对于肛门瘙痒的一个治疗呢，除了治疗这些原发疾病外呢，还要使用一些治疗止痒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应用。那么对于出现肛门瘙痒症状的患者呢，可以选用一些外洗的一些药物治疗。那么常用的这些外洗剂呢，有复方的黄百叶、复方黄百叶，和那个除湿止痒洗剂等等，这些都可以使用这些药物呢进行熏洗。同时呢，用那个除湿止痒膏和那个龙珠软膏外敷，外涂也可以缓解肛门瘙痒的症状。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肛门瘙痒的患者呢，也可以采用选用一些口服药物配合进行治疗，比如龙胆泻肝丸和清热止痒颗粒等等，是一些常用的一些药物。那么对于一些相对比较顽固的肛门瘙痒用药物治疗效果不好，也可以采用一些封闭治疗或者是手术治疗的方法。对于肛门瘙痒的患者呢，同时还应该在生活中呢注意保持局部的卫生，进食呢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饮酒，保持心情的舒畅，避免呢久坐注意休息，都可以都是呢需要那个缓解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。